看到这个题目是不是傻脸了，会忍不住吐槽，月球不在太空还能在哪？其实月球并不在太空，人们全被假象蒙骗了，而真实位置让人想不到，月球真实的位置是受大气层的影响。用大白话来说，月球所在的位置是在地球里面，在我们的认知中，月球上空有一层厚厚的大气层保护，月球的运行轨道在地球大气层之外。但在科技发达的今天，科学家们通过精准的计算后发现，月球其实是在地球大气层内运行的，它周围的真实环境并不是太空环境，而是被地球的大气所包围。根据检测，地球大气层厚度约为63万公里，而月球到地球就38.4万公里，所以月球一直都是在地球的大气层中进行转动的。所以我们的宇航员在离开地球到月球上的时候，是根本就没有离开过地球的，一直都在地球上活动呢。观众老爷对此怎么看呢？欢迎在视频下方留言，我们下期再会。